们现在要烤烧烤。这都是啥呀？中国烧。就肉啊。哦。我觉得你说对。爷，我感觉他快熟了。没有的。要现在放点调料吗？我觉得这边也可以放一点。就那一个吧，两个。你这样的话很烫，多刷点油。周大厨烧烤。反应可以了。这是啥味儿的？你知道吗？孜然。还有，孜然不在那儿了吗？孜然。你把它盖儿。啊。打开看一下。真的是辣椒粉，你把这个盖打开看一下，都是辣椒粉。你把那个盖子打开，辣椒粉就是辣椒粉。你把盖打开一下，不就是辣椒粉吗？差不多了，先尝一下。吃不没熟？很好吃，你信吗？但我觉得你不用觉得，不需要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没毛病。불타오르네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！我被封住了，抬起来！哎，李先，你这把这给我撤了，你上旁边坐着去。我感觉我自己被封印了，真的，智商已经下线了，以后就只能吃外卖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做。没关系，我跟你做。那他烤不到他。没有撒哦，对。全场唯一一次撒辣椒粉就是我，这样，自然一点吧。我感觉没撒出来呀、啊。Cool， 初次教主之上。特色烤的一样，就是烤肉串嘛。收拾吧，收拾吧。好，那大家一起分了，来。五花。哇，有没有很像星星？什么？这个？为什么天上都没有星星？可能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，应该是天上的星星。